什么都可以脱，自由的。那我们还有这个快乐书，这里面有芝麻。请问议长为什么要在议会办帮弱势团体行销的活动？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公益团体的中秋节或者过年的一些礼品销量就一直在减少中，特别在今年，一整个的营运状况都比较低迷。那特别是中秋节快到了，议会知道有一些公益团体，他们非常希望能够把自己推销的一些在地食材结合的一些伴手礼能够推广给我们乡亲朋友知道，那所以今天就借由议会临时会开会的时间，推荐几位非常有特色的在地结合在地食材的公益团体所制作的一些伴手礼啊，来跟大家知道。我们很高兴这几位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用心。月圆船前。